南管可能就是古时候的摇滚乐，对。然后当然我们一听到南管那种声音，有时候就会觉得人会飘，对，然后就开始慢慢的摇，对。其实慢摇滚中间，摇跟滚中间有一点，然后对，那滚这个字呢，它就是有一个翻转的意思，就是我们把原来的面向，哎，可能是倒过来看，或者是横着看，或者从细缝中看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面貌。